网友，各位大家好，我是水军，今天继续瞎逼逼国家的英文单词叫做 country。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现代化很西方民主的词语。在远古的中国以前没有国家，只有李家天下、赵家天下，还有王家天下等等等天下，但是他们都是专制的王朝廷，古时候就叫朝廷。国家这一概念是从西方民主国家传过来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每一个人相关。国家它讲究的是每一个老百姓合法的选择的有意愿的国家。在一个国家里，每个老百姓都有义务交税。就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说过的一句名言，人总逃不过死亡，还有一个就是税。而每个公民在这个国家都是应要交税的，所以说每个公民都有在这个国家做主的权利，对国家所有政策有所决定的权利。比如说像西方的国家里面就有选总统、选市长、选省长，或者选什么啊，反正都是选举。他们都是估计都是有代表啊，或者是直选，对不对？不像我们这边有人大选举，有政协委员，我们就是被代表了，被组织代表了。中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有代表被帮我们选举，这是中国与外国的不同。当然中国的国家从古代到现代来说都是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征服，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什么征服？征服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家奴，它就会形成一个王朝，比如说李家天下，或者是唐家天下，或者是宋家天下的赵家天下。然后这批人就可以统治，这批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奴隶。当然他们闷闷不知，他们就以为是谁，就像清朝的慈禧太后说一样，临阵有邦，不阵家奴，你们都是我们的奴隶。所以清朝人都是留了一圈又一圈那个长辫子，到中华民国的时候才把头发给绞断了。所以为什么中国的一个文化里面就有忠、自古忠孝不两全，爱国和爱家的区别是什么？你爱的是古时候是讲爱朝廷，爱家就不能孝敬，爱朝廷就不能孝敬父母，爱父母就不能孝敬朝廷，反正就是这个概念。但是在现在这种公民世界、公民的社会里面，你就是主人，你有权利对那个政府说不，对领导说不，哪怕是对领导有批评、有侮辱。因为在西方的国家，你可以骂总统、骂什么首相，这是没事，但是你在强国，这个你懂的，哈哈。同时国家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国家是为了人民而存在，人民不是被统治，人民是为了一个方便管理，就像什么美国独立宣言一样，人们为了共同的诉求在一起而选出了一个政府，当人民不同意的时候就用选票推翻它。那是美国独立宣言我觉得写得很好，反正就是美国人觉得这个政府不对了，直接推翻它，我有权利选一个新的政府代表我的意见。没，中国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多党协作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反正你代表我，我代表你嘛，然后大家举手问有没有同意的？没有，没有，没有。好的，没有通过。中国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中国这个国家与外国先进的国家最基本、最基本，这是一个国家体制最基本的不同。因为中国是家国天下，美国是公民天下。美国是每个公民有选票，对那些议员啊、那些省长、州长可以说不，包括对总统说不，你做的不好。就像在台湾他也有选举啊，别看台湾说，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电视里面，台湾总统去哪边，蔡英文那会儿是蔡英文当政，就现在嘛，他去哪个地方是台湾找水灾了，台湾总统坐一个装甲车，
去视察，当时一个老百姓就看到，你凭什么坐在装甲车，我们这儿着灾了，你给我下来，蔡英文。哎，当时只搞笑，蔡英文就下来了。你要是这，如果蔡总统在，如果像蔡总统这种型民主国家的总统哈，要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大陆这个强外的国家，你敢吗？对不对？懂得起，你呵呵。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定义就是，这个国家是你的吗？就像网友说的，你爱这个国家，国家爱你吗？这不是人人都可以爱的国家，知道吗？那就是一个王朝，中国就叫王朝，就叫朝廷。你当老百姓，千万不要以为乖老爷，乖老爷千万也不要当，也当权的最高的以上一号人物，知道吗？这就在中国混的时候，你们就要注意这些。在外国，大家都有选举权，大家都有话语权，大家都是公民，大家都可以直选总统。就像香港争了几十年，香港回归97年嘛，争了几十年的真普选，到现在因为呵呵，现在又因为一看去8月31号的那个香港的事件嘛，香港人民就是为了现在又推出双普选，香港人民就想选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府，自己说了算，不是你中央下派的。某个党所派来的北京的高炮特首指定的，懂不懂？反正是就像那个江泽民说话的，你懂不懂啊？即使香港记者问那个江泽民，就说下一句是不是董威言啊？当然是啊，如果他当董选，你们支不支持啊？当然支持啊。那个视频很搞笑的，在 YouTube 上面都搜得到，我希望大家看一看。但这就是我个人认为国家的概念。如果你作为一个真正的有公民心、爱自由、爱民主的，你就觉得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片强国土地上，这个国家不是你的国家，你只不过是个家奴而已。我们是爬不去的人，就像中国古，爬不出去的人，爬不出墙的人，肉身翻不出墙的人，只有爬墙。就像中国古话说的一句话叫做“贫贱不能移”，我们属于那一国。哎呀，活得也可怜。当然，每天上来吐吐槽，希望大家喜欢。高兴的点赞关注，就这样，谢谢，再见。做片不容易，看片请点赞，请微信、支付宝支付，谢谢。